秦夏有圣旨，你真会编呐！你接着编呢？秦夏是没有圣旨，我也是被那女子骗了。不过头天夜里，在沐浴睡觉的房间里，却有一道圣旨。你跟他沐浴睡觉了？夫人，你如此急躁，我怎能跟你说得清呢？此事说起来话长。 是因陛下却下了一道圣旨，让仲达与那女子。你胡扯！陛下下圣旨让你跟他沐浴睡觉，你就跟他沐浴睡觉了。夫人，我怎么会做如此下作之事呢？我是说，那女子绝非寻常女子，那女子是陛下派到我身边的一枚棋子。什么狗屁棋子啊！爹，娘。 爹，你看马呢？娘，这个掉了一枚簪子。啊，是那个玉簪子吧？是啊，找着没有啊？快快快快了！这丢哪儿去了？再找再找。时而合适啊！爹，你的事儿，这事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跟我娘二十年风风雨雨，挺不容易的，咱们家绝不能再有第二个女子入府。你听，这就是我亲儿子。 时儿放心，爹一定不会对不起娘的。这件事传出去不雅，在府里不要风言风语。爹一定会小心妥当地处理好此事。时儿出去把门关上。好，孩儿告退。 我不信哪个皇帝能够下旨管大臣的床围之事。他圣旨上写什么？他圣旨上写的是让你跟他沐浴睡觉了。 夫人，你说话干嘛如此难听呢？陛下是读书之人，他怎会写如此粗鄙的语句？那他写什么？圣旨上写，攻克乃还。攻什么克乃什么还？让你跟他在床上打一架，你想干嘛？让你们俩生孩子？司马懿会如此吗？司马懿当时就回绝了。我跟那女子说的是，臣有心无力呀。你还有心？你还有心？你有什么心？你，你说。 你孩子都快成人了，你现在嫌弃我老了啊！爹娘，哟，爹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在替娘找簪子，是玉簪子对吧？是，去哪儿了？在找啊。何时找？哦，爹，你的事儿。儿子以为爹跟娘都风风雨雨二十年了，如今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家中要再来个女的，成何体统啊？ 他要真敢来，毒死他！毒死他！毒死他们俩！你毒死我！我早就想毒死你了！好了好了，昭儿，这个爹不会对不起娘的，这事传出去不雅，在府里不要风言风语，爹会小心妥当的处理好此事。你把门关上。哎，好嘞。我说的有心无力，那心事只和夫人同甘共苦二十年之心，那陛下说让我攻克乃还，我能回什么？ 我着我奋勇向前呐！你可不就奋勇向前嘛！你都把人给睡了，你多勇啊！我司马懿对天发誓，我守身如玉，我与那女子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。你要守身如玉、清清白白，明天你去找皇帝把她给退了。我明日早朝就把她退了。你要不退，你就是忘八段。我司马仲达，行得正，站得直。 礼义廉耻，我端端不忘。你干嘛呀？你来干嘛？你没看过这找东西吗？我知道公子这是在找簪子。夫人，小的一向对家事不敢多嘴，但这件事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公子曾经多少次行政意见的对小人讲，他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你为妻，诸如此类的话，小人耳朵都快听出茧子来了。所以我认为公子绝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，还望夫人能够三思啊！猴急之我。 我只猴急，我知你干嘛？你不要再爬床根了，告诉他们所有人，不许听，关门，得令。我让他们全都走。夫人，咱俩长话短说吧，这门外不知道站着多少个呀。司马懿，我给你脸，明天你要能把他给退了，我既往不咎；你要是退不了，你等着。张春华。 你把簪子给我，一会儿爹该来了。你给我跪着。
哎，陛下，已经三更了，该休息了，是不是让郭贵嫔？不必了，今日太晚了，谁也不找。是，打些热水来。是。 阿翁，你说现在这个时辰，司马懿也辗转不寐吧？哼，听闻司马忠诚的夫人是个真烈女子，喜欢舞刀弄枪的，也不知道司马忠诚那文弱身板能不能经得起夫人的三拳两脚。明天上朝，陛下就看他脸上有没有挂着花。<笑><笑> 贵嫔，已经三更了。 陛下今晚应该不会传召了，你歇息吧。。陛下，陛下给臣的赏赏赐，这臣万不敢领受，现完璧归赵，求陛下收回成命。完璧归赵，你们一男一女独处一室一日一夜，怎么，始乱之中弃之了？虽然同处，但绝非一事臣谨记军法，行军途中，秋毫无犯。这圣旨你看到了？看了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朕说的是让你攻克乃还，你秋毫不犯，现在还要完璧归赵，你这是何等罪过？还是说你嫌朕赐给你的人不行，配不上你玉树临风啊？不不不，陛下皇恩浩荡，百姑娘国色天香，只是臣，世事文弱怯战，无力举兵啊！陛下，你无力举兵，你都生了几个儿子了？你无力举兵，是不是？你怕强敌在侧啊？陛下，这臣之家事，时时夜难继良。
奉旨行事，攻克乃环。臣领旨，攻无不克，攻无不克。陛下，朕要闹的那一步，反倒有些不风雅，为何非要如此？你觉得朕有这闲心去管他的家事吗？其子罢了。 只是朕奇怪，这百灵云也算是国色天香，司马懿居然能完璧归赵。<笑><笑>
朝廷颁发新政了。以后选官呢，不靠察举，也不靠封评了。无论是士农工商，哪怕是现任的官吏，都可以到本县的小中正处报名，参加评选。这个有才的、有本事想做官、想念书的，都赶紧去报名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假的吗？这是？就是说，以后没有老家县官的推荐，没有名士的封评，也可以就地参加考评吗？对，以后啊。只找中正一才定品，哎，不许送礼啊！这小中正头上有大中正，这大中正上头有尚书台看着，谁要是想送礼行贿，今后你可吃什么都不香了。走走走，我们都去试一下，试一下，都试试。试试，走走走走。此人可入品，体貌端正，家世嘛，也还算不错。下一个。学生钟会，字世纪，颍川长社人士。曾祖父惠迪，因党锢之争不适，祖父惠礼早亡，父廷尉惠尧。学生就读太学，学校历年考评以及学生读书文章所长尽在表内。哎呦，生不简单啊！原来你是廷尉的公子啊！哎呦，早闻廷尉有子名讳，乃当今盖世之奇才。今日得见，果然令下官耳目一新啊！令尊竟然能让你前来应试，对下官呢也是与有荣焉。公子请放心，下官一定仔细评判，绝对不言公子盖世之才。多谢中正，中正秉公考评即可。一定一定。学生告辞。带我向廷尉问好啊！哎，公子慢走，公子慢走啊！乖乖收好。是啊。哎呀，风神俊朗啊，风神俊朗。就是就是。下一个。哎呀，把书简拿上来。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姓名、家世，原籍何处啊？不说话，对，是不是紧张啊？小人邓，什么？哎呀你！不是你拿这当什么地方了？你是不是以为阿猫阿狗的都能来参加试政啊？就你这个样子，结结巴巴的，还想当官？哎呦，赶紧给我轰出去！哎呦，这都什么人？中正，赶紧回去！中正，中正，我谢谢你，小人有屯田之策呀！屯什么田？先屯好你的舌头吧你！我有。屯田之策呀！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没有自知之明的。来，把这给我丢出去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点！这是田值500年，好值500载呀！哎，快点走！鱼，司马忠诚留步。忠诚，我们家姑娘请你借一步说话。
妾百灵云见过忠诚。姑娘来得倒快。忠诚今日不也进宫见了陛下，妾又岂敢不快？瞧忠诚这副模样，该不会是昨晚夫人没让忠诚休息好吧？姑娘不必耻笑下官，下官与内人情深意重，这等事就算换作旁人，孔医师也无法接受。妾明白，忠诚在别墅中已经跟妾说过了，只是同样是被逼迫，君儿妾亦然，还望忠诚莫要怪罪妾。下官不怪姑娘，再说此乃圣恩浩荡，下官诚惶诚恐，感恩涕零，毫无被逼迫之感，欢喜得很。那好，进去。哎，姑娘稍安勿躁，这还需从长计议吧。那忠诚打算怎么样安置妾呢？不然妾就久立于门前，若是被一些街坊邻居看到了，有些流言蜚语，似乎也不太妥当。下官正是要妥当安置姑娘。姑娘，你看这样可好？姑娘先回别墅小憩几日，容下官把府内好好清理一番，再迎接姑娘入府不迟。忠诚刚才不是还说圣恩浩荡，你这转身入府就把圣恩留在门外，就不怕这雨露转眼变成了雷霆，到时候有可能不止伤了你我，还会伤了夫人。好，进。哎，等，哎，等一下，姑娘，稍等片刻，容下官把夫人劝解开导一番。我夫人的脾气与旁人稍有不同，妾明白，妾在别墅见过呢。姑娘还没有见过我夫人真被惹毛的时候，我夫人曾经就在这个门口拿着一把剑打走过将军曹洪，那场面妾见过呢。但是如果这样，忠诚你进去跟他说几句，他能听吗？这个家你还能做主吗？当然可以。司马驸马，我是司马懿，可以。稍安勿躁。那好，妾就在此恭候忠诚佳音。好说。姑娘，他夫人在这打跑过曹洪？是啊，一把剑对付几十人呢。不行，我得去拿家伙去。哎，去哪儿？我们来这不是来打仗的，把你那校士服的功夫给我藏着点。嗯。稍安勿躁，静待佳音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退了吗？没退，来了。什么意思？他来了，在门口。你不是说把他给退了吗？夫人不要急，我慢慢跟你说，好吧？听我说，这不像朋友给朋友送的礼物，我不喜欢，把它退回去。这女子，那是陛下对臣子的约束。以前我不听中郎将的话，我还可以使性子；现在我若是不听陛下的话，
那叫抗旨，那是会杀头的。今非昔比了，此一时，彼一时。陛下想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所以我呀就必须要接受陛下安插在我身边的这枚棋子。如果硬把它推回去，夫人，恐怕是会连累到你的。你到底是他的臣子还是他的儿子啊？你生的孩子是跟他姓还是跟你自己姓啊？夫人说话为何如此难听啊？他凭什么要管你的防卫之事呢？他这不是在管我的防卫之事，他是想要找一个办法让他自己对我放心。夫人，不要什么事都往床上引。那女子她不是寻常女子，她根本就是个政客，她对政治的见解远超过一般臣子。她能知道仲达的所思所想，她就能让陛下知道我的所思所想。她才认识你两天，她就知道你的所思所想？我跟了你二十几年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现在官做大了，你嫌我不懂政治，帮不上你了是吗？不不不，那你想怎么着？非得把他请进门？夫人，稍安勿躁。我想了一个两全之计，我让他进门，但绝不与他同房。这样，夫人不必生气，陛下那儿也说得过去，这岂不两全其美？司马懿，你骗鬼呢？你一天不跟他同房，一年不跟他同房，你让他进我们家门，你这辈子都不跟他同房？就算你这辈子都不跟他同房，外面的人也会认为他就是你的妾。夫人，这有何不可呀？我司马懿就是可以一生一世不与他同房啊！再说，别人就算以为他是我的妾，这有何不可呀？夫人，这就是不可。夫人，有些话我一直没有对你讲。夫人，你看人家陈群，人家娶的那还是荀令君的女儿。当时他娶荀令君之女的时候，先帝就同时赐给他两个小妾。到现在为止，人家一家四口不也相安无事吗？我司马家虽然不是诸侯，那也是名门望族。夫人不要生气，我只是说，如果我就算有三妻四妾，那外人能说什么？我当然想与夫人只两个人一生一世，但我如真的只与夫人两个人一生一世，旁人倒会说夫人你心生嫉妒，损了你的名声，对吧？对，司马懿，我算知道你为什么不想把他给退了，原来你早就羡慕别人家三妻四妾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。我要的就是两心不移，从一而终。我的男人这辈子心里都不能有两个女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想要皇帝赐给你个妾，可以。你先让他赐给我个男人。张春华，你这还是妇道人家该说的话吧？啊，我司马懿那是被逼无奈，我什么时候心里有过两个女人？你还想让皇帝赐给你个男人？赐给你谁呀？吉布呀。你谋杀亲夫啊！你再多一句嘴试试，我真杀了你！出去！我看你敢让他进门！张春华，这是司马家。皇喜，在。哎呦，公子，你这怎么了？侯吉在，这是白姑娘，你把西厢房收拾出来，从今以后白姑娘住在西厢房。白姑娘，从今时白姑娘就是仲达的家里人。哦，恭喜公子，贺喜公子，请。白姑娘，请。
这边。这个屋子外面呢，就是烧火做饭的地方。你要想吃什么，你吩咐小人就是了。这边呢，外面有一个水塘，平时淘米、洗菜呀、还可以洗洗衣服什么的。公子，寒舍简陋，姑娘来的又突然，还望多多担待。但有所需，就找侯姬吧。是。乔忠诚这副模样，想必还是没有得到夫人的谅解吧。夫人与仲达过了多年的苦日子，有些脾气，仲达无话可说，知道姑娘也是身不由己。哦不。是盛名难违，妾懂，妾不会埋怨夫人，只是忠诚夹在其中，一方面是圣命，一方面是结发妻，实在为难忠诚了，是妾给忠诚添了麻烦。这真是天大的麻烦。哦不，这是圣恩浩荡，下官深感陛下体恤之情，在仲达为新政劳尽心力之时，还能享此奇人之福，真是感恩涕零，不知所云呐。小云，忠诚叫我，他叫小袁。啊，小袁姑娘，以后多多担待。你和白姑娘平日就待在屋里就好，院中尽量少走动。我夫人脾气大，夫人的脾气不是一般的大。嗯，我们家姑娘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就算有什么不识趣的，姑娘和我也挡得起。姑娘会舞啊？三脚猫功夫不值一提。哦，侯金在，把门关上。是，雅晴。夫人春晓太岁的名声，切记得，定当格外小心。卓清，江湖女子，性子。实在是劣得很，相安无事最好。不过，我呀，对陛下的拳拳之心，天地可见。妾都听明白了，定当如实以告。有劳有劳啊，夫人。侍儿昭儿，娘不想脏了手，把那两个东西给我扔出去。儿嫂，三思啊！我家姑娘金贵尊重，我看谁敢动手。小丫头骗子，我这刀可不长眼，你要再敢往前一步，昭儿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住手！退下！轮得上你们？司马懿，你是要反了天了？夫人，你我夫妻一场，你摔摔打打，吵吵闹闹，我可曾有过半句怨言？你说我反了天，夫人想想，在这家里谁应是天？我才应是天呀！仲达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进这屋谁是天？
是我的身后的百姑娘身后的圣天子是天，你进这个门就是面天，你还拿着刀进来，你瞪我干嘛？你不会对百姑娘行礼呀？这万万不可。怎么说，今日也算是我第一天入家门，理当由妾来向夫人行礼。 妾百凌云见过夫人。你闭嘴！这还轮不到你。夫人请息怒。忠诚深爱夫人，妾早有所闻。当日妾奉命将忠诚带入妾府，忠诚也是日日惦念夫人，恳切归去。只是碍于圣命，也算是身不由己，还望夫人谅解。你听听，你听听，温文尔文雅，落落大方，至情至理，字字珠玑。你瞧瞧你。 口不择言，粗鄙不堪，悍妇妒人。二姐，二姐，夫人不要！夫人，娘，你别动！要杀人就杀了这个贱人！别动手，周儿，周儿，放了周儿，舒坦正义。舒坦，你是想管我的家事吗？我不敢。二嫂，你走不走？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，二嫂，此事杀不得，这刀下去，祸及全家满门呐！是啊，夫人。三公子说的是，妾送夫人一句话，或许这剑就劈不下来。妾是奉天子之命而来，若是伤了妾，只怕连累夫人，甚至是忠诚全家。陛下会怎么想，怎么做？ 还望夫人三思。你看看人家百姑娘，年轻貌美，说话至情至理，你瞧瞧你都一把年纪了，你不懂理呀、啊？你白活呀你！你说什么？身正为范，抗言为师，时而昭儿，以后要多跟小娘学。司马懿，我劈了你！哎，娘，千万别动刀啊！给我滚，你快跑！站住！ 折腾三五天的熬不住，就得从这府里跑出去。使劲嚷！啊！使劲嚷！司马懿，你死外面就别给我回来！这都是一家什么人啊？简直就是虎狼之窝！姑娘。 这是道圣旨啊，可他要是留下来，三娘得多伤心。当然不杀了哥。
得把她留下，而且咱们家得礼遇她，待若上宾。我现在才知道爹为什么要把她接进门。原来是皇帝的人，皇帝当的有点意思啊！给爹床上塞女人，爹的官越做越大，权力就越大，所受的猜疑也就越大。咱爹是要做大事的人，当得起这样的猜疑。这个女人说是皇帝的耳目。 爱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想应选，可忠正不肯举荐。你下次去应选，带上我呀，有我在，你心里就会踏实了。来，竹简给我。 不肯举荐你啊，是他们没有眼，我来举荐你。子，夜，举，毽子怎么写啊？ 你说，咱要是隔三差五收一头牛，咱兄弟俩不是天天有肉吃？哎，别让爱爱听见，不然他又说他那些大道理。哼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呀就是个贱骨头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欠收拾。哎，听说你昨天去应选了，怎样？忠正给你定了个极品啊？啊？ 凭咱们爱爱的才学啊，忠正不得给他封个上上品啊！又上上品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喝酒。哎，酒不错。哎哎，哎呀，这天儿啊，哎，你谁啊？请问，邓爱先生是在这里任职吗？哎呀，我们这儿只有胥黎爱爱，没有先生。是。 谁找我？邓先生，哟呵，钟公子，在下昨夜读了先生的《屯田论》，真知灼见，振聋发聩。
这是利国利民的良策呀！你看呢？我今日特意赶来，想请先生说的再细致些。